其实鱼和是很普通的一个传统中国话，但是我用的色是比较亮，因为我教小朋友教了几十年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生长在热带，现在孩子都比较活泼，所以我用了很亮的颜色在教，教的太久了之后，现在我也自己也越画越亮，我还是很喜欢这样的一个色彩，感觉上会比较开朗，然后。但是我还是想保留一些传统的东西，所以对我来讲，创新依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。